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。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。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。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873页第一行：为大道士。这一句是经文。静言疏月，以慧开人，名为道士。道士在大乘教里面是很尊重的称呼。什么人能称道士呢？真正称道士，唯有佛一人。佛称道士，称大道士。道是引导、指导啊。下面静言疏里面这个会疏里这个说得好，为摄道者视其正路，故曰道士。会疏说得更清楚摄道迷失了道路，什么道路？了生死、出三界的道路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道路。不是一般的道路几个人。认识道路，出离六道轮回、十法界的道路，这才称之为道士。所以阿罗汉不能称啊，菩萨要到等觉才能称啊，十地都不称呢，到等觉。通常一般把这个水平降到最低，那就是化身菩萨。华严经上41位化身大士，
这是真正的道士。那么在人间，我们称导师，称大师，都是尊敬过度了。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，唯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。像我们称印光大师、慧远大师。为什么？净宗的老师确确实实指导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。出轮回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未识道者是其真路啊！可以成为道士，可以成为大师。没有到这个层次，称大师、称导师，就有一点嫌过分了。在人是尊敬，在法的时候过度了，这些礼仪道理我们都要懂得。下面是念老给我们注解的，能如普贤大师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普贤菩萨修学念佛法门，他教人是用十大愿望：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引导大众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一条路是无量法门里头第一殊胜的法门，一定能成就的。这一生当中没有白来。这就是说为什么净宗法师的祖师称大师，要称导师，意思就在此地，名副其实。我们要能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都永远脱离轮回了，永远超越十法界了。这个理，这个事实，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
就错了。前面所说的是道，你迷失了一生成就的大道。我们看下面，一最极圆顿之法，圆是圆满，全包了叫圆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都在其中，这就是一句佛号，心愿持名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普利九界众生，这个九界是六道，再加上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叫九界众生。啊，这个九界里面包括了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啊，还包括全教菩萨。啊，这个菩萨就是三贤，没有明心见性。啊，包括这些都在其中啊。净宗法门，九界上面是佛法界，成佛了。啊，那个不提了。普遍利益九法界众生，无论是哪一界，我们是人界、天界啊，比我们下面的，在我们下面的啊，是鬼界、畜生界、地狱界，无论在哪一界，只要遇到净土法门，没有不成就的。我们对这个信心要不足，还有怀疑，怎么办？读无量寿经。啊，把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，你的信心圆满具足了，你再不会怀疑了。啊，这个法门，信愿成就，就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佛就来照顾你。佛就来保佑你。这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不需要断烦恼。无比殊胜的利益就在这一句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，断见思烦恼，正小乘四果四相，不容易啊。
啊，修大乘，断见思烦恼是入门，往上去要断尘沙烦恼，要断无明烦恼，这就难了啊！所以净宗是接近的，普利九界众生，所以对净宗的这些佛菩萨都称为大道士啊，他有能力调伏自他，调是调和、调理、调顺，最重要的是调其心也。《金刚经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”这一问正是调伏其意啊，若是引申这个意思，则是开显本心，是调自意。这个调不简单呐！啊，《金刚经》是大乘经典，在阿含方等之上，什么人修的？菩萨修的。菩萨修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就是核心。菩萨修的是调心，心怎么调法？这下面有啊，若引申其意，则开显本心，是调自意。降伏非心，是佛之意调伏啊。非心是什么？妄想啊，杂念啊，烦恼啊，习气啊，这个心字是真心啊，不是真心啊。不心的不是真心啊，你要把这个降伏啊，降是把它打倒，伏是让它归伏啊，烦恼习气通通伏住了，通通放下了，自信就现起，自信是真心啊，怎么开悟的？这就开悟。我们为什么不开悟？我们的妄想、杂念、分别、执着太多了啊！分别执着要想。起心动念要扶，要把它扶住，这是真修行啊！方法太多了。佛常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不是一个数字，是表法的，代表圆满。佛教化众生，所有的方法都在其中，
一个也不漏，叫八万四千法门，啊，也叫无量法门。这些方法，这些门道，都是帮助我们降伏烦恼习气的。啊，那么最明显的，从总纲领上来说，无量法门的总纲领，戒定慧。啊，戒，持戒，目的是什么？得定。得定是目的是什么？开智慧。智慧现前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就是发生大事，成佛了。纵然没有圆满成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所以修行要到这个境界，才算是达到了顶峰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啊，你在这个地方修行，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断干净，完全没有了，真的妙觉如来，这就圆满了，成的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不是分正佛，是圆满究竟佛。念老这下面呢，我念一遍啊，很重要。《金刚经》上所问的，正是调伏之意。若引申其意，则开显本心，是调之意。开显大彻大悟啊，调的结果。降伏非心呢，是佛之意。这把两个字拆开来，啊，调着重在开悟，啊，开显本心，啊，这个。调的是降伏非心啊，降伏非心啊是佛的意思。为大导师者，必于自心他心悉能调伏，自身入道，亦普令众生入道。自心大觉，也广令众生入于觉道也。这是大乘教。大乘教里面重视自心化他，自己开悟了。除了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悟证悟，肯定念念都会顾及到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开悟。哪一尊佛不教化众生？
哪一个菩萨不教化众生？不教化众生的声闻有，缘觉有，我们一般称阿罗汉。阿罗汉教化众生，要与他有缘的，没有缘，他不教你。你跟他有缘，他教你。菩萨没有这个。菩萨是普遍教化。啊，有缘的，帮助你一生成就；没有缘的，给你种佛种子，他通通都教。为什么？他心清净，他心平等，他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面对无量无边众生，平等看待。所以，菩萨是无缘大慈。啊，无缘就是没有条件。啊，慈是帮助你得乐，悲是帮助你离苦。啊，从悲来说，因为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叫同体大悲。啊，无缘大慈，没有条件。这大乘啊，啊，大乘的心，大乘的行，啊，行是不度化众生，心是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及给教化众生是一，不是二，自他不二。这很重要啊，这就是我们先前要学习的处所，菩萨学处啊，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，这是小乘心，不能开悟，断不了烦恼习气啊，断烦恼习气要大乘心，一定要想到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诸佛如来如是，我也如是，这叫学佛。啊，所以唯大道师者，啊，大道师，前面我们说过了。化身菩萨，究竟果地，这才称大道士。这些人，彼于自心他心，心能调伏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自心。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，眼、观色、耳、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佛是什么境界？佛是寥寥分明，没有起心动念啊！没有起心动念就是调，
啊，连阿赖耶里面习气都没有了，那叫做福。福转八十成四智，调伏啊！成无上道啊！凡夫完全是用妄心，妄心怎么能扶得住？那就得讲功夫了，这个功夫就是放下。你能不能放下？为什么不能放下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放不下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事实真相是一场空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一切法真的是一切法，世间法佛法都在里头，叫一切法。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？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诸位要记住啊，佛法世法都不可得，所以世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，不放下就变成障碍了，就变成调伏的对象了。放下就是调伏啊，要放得很自然，要放得连痕迹都没有，你高明啊！啊，见色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给世间人看法不一样。世间人看到幻象迷了，以为是真有啊，菩萨知道这个有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阿罗汉能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啊，所以六道轮回他放下啊，四圣法界他没放下，还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他认为是真的啊，化身菩萨全放下了啊，自己能放下，做榜样给别人看。能不能得佛法真正的利益，完全你就看你能不能放下。你要不能放下，佛法当作世界一种学问看待，啊，一般人称它为佛学，有人称它为哲学。啊，都不是佛法真正的意思，真正意思是说不出来的，可以体会，不可以言传。为什么说不出来？不能言传啊，说出来就错了。真正体会到了，没有说出来是真的，
他自受用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提醒同学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太微细了，一秒钟起心动念多少次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2240兆次，不是2240万呢，是2240兆啊！那在动，那不是静的，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这样微细的念头断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念头，这是正念啊，正念无念呢、啊、佛菩萨无念啊，阿罗汉还有念，他有分别。啊，菩萨，正得法身的菩萨，无念了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就能调。为大道士必定能调伏自心，能帮助众生，众生来有求，他也能帮助人，像禅宗初祖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啊，遇到慧果啊，这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，大魔传给他的。他向大魔求法，大魔问他啊，他向大魔说他心不安，凡夫心啊，心里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那么多，安定不下来，求大魔祖师能不能帮助我安心。大魔祖师撑出手来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按。这是智慧，这言语智慧啊，慧苦就找自己的心，找不到心在哪里。像楞严经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叫阿难把心拿来看看，阿难找不到，阿难说了七处啊，七处真心啊，跟大魔祖师教慧苦方法非常相似啊，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。他是找不到。
啊，很久说不出话，到最后跟祖师说：“我密心不可得，我找我自己的心找不到，不晓得在哪里。”大牟说：“于汝安心静。”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。这一句话回过去大悟了，大彻大悟，彻底放下，不再想到我心不安，不再想到这个，明心见性，这是自己觉悟了，开悟了，又能帮助别人。会这个大魔一生就传一个人，在他麾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一个人。会苦传僧参，一代一代的传。慧能是第六代啊，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啊，可是慧能大师他所教的学生当中开悟的40多个人，在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绝后啊，六祖以前没有过，六祖以后也没有，有2-3个人的有啊，5-6个人的都没听说过。现在找不到了，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，找不到怎么办？要自己告诉自己，此路不通，我走这条路走不出去，别人我不知道啊，我自己走不通，怎么办呢？换别的路啊，法门无量无边的，我要选择我有能力走得通的路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能走通，我也能帮助别人走通，这一条路就是净土法门。信、愿、持名，你看欧耶大师把净宗修行归纳成4个字，4个字讲3桩事情，第一个信，第二个愿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怀疑。啊，下面2个字说1桩事情，持名，就是念这一句佛号。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为什么要念这句佛号？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教我们念他的佛号，他就来接引你往生。
那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绝对没有妄语，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骗人，你要信得过啊，这不是迷信的。你能把这四个字三桩事情信愿，念佛是行，信愿行叫三资粮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三个条件，你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啊。一心称念真行啊，不是不行啊。啊，不要怕辛苦，辛苦是开头是辛苦，因为习气毛病太多了，现在一下要收敛，自然有困难。念熟了，越念越欢喜，法喜充满了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，自心他心是一个心，不二，自他不二。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调伏这一桩事情做好了啊，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，帮助别人的这个言辞心态非常清净啊，让他接触我们也不怀疑啊，不怀疑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凡是念佛不能往生，一根没有拔掉，实在讲是半信半疑啊，有个侥幸的心理，我来试试看吧。心不真诚，不恭敬啊，真诚不怀疑，恭敬老老实实一句一句念下去这是自心大觉啊，也广令众生入于觉道，这叫大道士。我们要不要去求大道士？哪一个是大道士？找不到了。无量寿经是大道士，阿弥陀经是大道士，进修结要是大道士，这些大道士没离开我们，我们只要能认识他，紧紧抓住，绝不放松，恭喜你，你成就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是念老的总结，这一段经文的总结。又闻大喜，菩萨一心正直，安住一尘法中，
这两句话重要啊。我们要想成就，先学，业先正知。啊，业先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于一切法能够随喜功德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跟大众相处，好啊！啊，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心，用恭敬心。啊，真诚是真心，成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心能成佛，妄心成不了佛。再用功都没有用。他跟成佛不相应，真心相应。所以业先正知，安住一乘法中。什么是一乘？一生成佛的经典叫做一乘，一生成不了佛，来生后生，这叫不叫一乘法。三乘法、五乘法、无量乘法，那个要安住好辛苦啊。结果呢，跟佛结个缘，这一生佛法的大门都没进去啊，像读书一样，佛法的幼稚园连小班都没进去，只在门外面望望。错了啊！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一乘法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心愿持名，对声闻缘就是，对众菩萨说，对一切诸佛说，安住一乘法中就是心愿持名。四个字，我们今天这堂课，如果诸位真正懂得安住一乘，心愿持名，这一会你就得法了，这一会你就得利益了。你要真正这样做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。啊，可见的这个经文注解字字句句都显示出一乘。啊，下面佛居善巧方便，尽情求法，广为人说，悉无厌倦。啊，这教我们怎么样安住一乘。啊，你看，他具足善巧方便，
日常生活当中随缘的，随缘一定是法喜充满。为什么会法喜充满？因为你注意成法，那还得了啊！啊，注意成法就是老实念佛，你心里头的佛号没间断，表现在外面是法喜充满。这是真念佛人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啊！啊，这个里头，这个法师，那个居士，通通是弥陀弟子。啊，你看到了，他自己没看到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六根往外跑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六根往内走，不往外跑。不一样啊！啊，这叫善巧方便，与一切人事物都不发生冲突。这句话要记住，跟别人发生冲突，结冤仇。这个冤仇接下去，如果你不能往生，麻烦可大了。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有报复啊，报来报去啊，这一生我杀他，来生他杀我，杀来杀去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啊！而且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全放下了，欢欢喜喜放下，快快乐乐放下，放下的越多越快乐越欢喜。啊，这就是善巧方便，精勤求法，或者是精勤修法，你真干了。广为人说，修厌倦啊，遇到人喜欢说，喜欢表演，做出信愿持名的样子给大家看。像海鲜老和尚，这是受阿弥陀佛嘱咐的啊，佛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不要着急啊，他是着急，很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啊，佛留住他了，留他干什么？给世人做个好样子，特别是给念佛人做好榜样。你像他那样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往生的时候，决定自在，没有痛苦。海贤老和尚往生没生病啊，自己敲着引磬念佛往生，他不要人助念啊，比多少人等着帮他助念，他往生到第二天吃早饭，大家就请他吃饭，把他房门打开，他往生了。
你说多自在，表演给大家看。啊，这样走好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要广为人说，为人演说，无有厌倦。菩萨戒得清净，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心服。啊，喜欢说，那别人的喜欢听啊，怎么样能叫别人喜欢听？持戒。要清净啊，吃什么戒？三规五戒十善就行了啊，保证跟你接触的人对你都很欢喜啊。三规是榜样，我跟谁学？跟佛学，跟法学，跟比丘僧学啊，这个里头要注意的。比丘僧要戒得清净，我就跟他学。戒得不清净的，我不跟他学，就对了。啊，在家同学当中要注意。啊，哪一个人能守戒，我跟他学；不能持戒，不跟他学。用这个做标准。啊，我们敬宗早年在美国成立敬宗学会啊，这个建议是黄念老要求我的啊，敬宗学会这个招牌是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发起的，但是没有组成啊，没有真正组成。真正组成第一个是在加拿大温哥华，第二个在美国旧金山啊，第三个是洛杉矶。我早年在美国到处讲经，美国跟加拿大总共有30多个敬宗学会啊。敬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缘起，缘起里面提出持戒，我用了五个空，这就是持戒，我们必须要做到的。啊，第一，敬业三福。啊，大家都很熟悉，这是修学佛法。不管是哪一个宗、哪一派、哪一个法门，共同的，没有例外的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
佛说的三世诸佛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修成的啊！这三佛就是三条，第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头一条一定要做到啊！人天福报啊！啊，你的戒德清净，就能把这四句做到，算是清净。你往明不能往生，决定不是人生。六道里头，你来生还是人道，说不定到天道去了。人天道啊，这是学佛的根本呢、啊。最低限度要保住不是人身。啊，这四句要做到：孝亲尊师。啊，这里就有十善业。啊，十善业，身三口四意三。啊，身三条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啊，对在家居士的。第二条是入佛门，入佛门受持三规，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具足众戒。这个众戒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五戒十善。啊，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是大乘，小乘没发菩提心，大乘要发菩提心。这是第五课，这是第一个科目。啊，第二个科目六合敬，佛法四个人在一起共修，就叫僧团。僧团里头最重要的是团结，家和万事兴。团体不和，是灭法，是破坏佛法。啊，团体一定要和，别人不跟我和，我要跟他和。啊，他要不能接受排除我，我只有走路，我不干扰他们，啊，不能破坏他，啊，这六条戒，第一个戒和同戒，第二个戒和同修，就戒律，身同住。口无增，意同悦，法喜充满，最后利益同均，设方供养。啊，每个人都有份。啊，不是专门供养哪一个人，人家供养我，我要知道这个供养，设方出家人通通有份。利和同均呢？啊，这是第二个科目。第三个科目
三学戒定慧，我们以什么呢指导我们修行？持戒修定开智慧啊。第四个科目菩萨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最后一个科目普贤十愿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到普界回向。五个科目啊，这是属于戒啊，我们不要学很多啊。这五个科目我们都做到了戒的清净就够了，决定的生净土啊。我们的目标是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定持戒就能得定，定就能开慧。啊，这是讲戒得清净，能够把这五条做到，我们想想。谁不尊重？谁不欢喜？啊，自己发喜充满，带给大家的是欢喜。啊，你说法，别人相信，别人喜欢听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如果没有戒心，你说的再好，别人听了也很欣赏，但是怎么样，对你半信半疑，是不是真的？有没有骗我？啊，不能叫人断疑生信。没有戒德啊，戒德是叫人生长信心啊。如果有定功，别人对你尊敬要加倍啊，你叫人自自然然有吸引力。啊，能够帮助人，能够成就人，就菩萨戒得清净，故所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幸福。我们要学，要非常认真的学习，于是则大明法鼓。你居住这些条件，大明法鼓是形容啊，召集大众，高建法场，法场就是建立道场。啊，古时候寺庙门前都有旗杆，它不是挂过去的，它也是信号，悬挂床幡。啊，床是圆形的，幡是扁形的。旗杆上悬挂
床是告诉大家，今天这个道场有讲经的法会啊，有法师讲经。喜欢听经的人看到旗杆上挂的是床，他来听经。如果是扁的，是幡，幡是做法会啊，今天我们念佛共修挂幡啊，幡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这就是净宗念佛法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从前这个幡床起很大作用啊，佛法通知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，用这种方式啊，而且寺庙都是建筑在高地啊，山上半山上，所以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啊，也很容易辨别啊，知道这个道场今天有些什么活动啊，这就是法鼓幡长幡来代表啊，大方慧广，广弘妙法，破除众生无明痴暗啊。为什么要讲经？为什么要念佛？就是为了讲经是启发你，你把道理搞清楚，方法搞清楚，那发挥是学习，互相交换心得，我怎么落实的，你怎么落实的啊，我学的什么，你学的什么，互相交流，互相提升啊，所以法会是修行啊，讲经是戒引。那么今天的道场有修行，修行的样子有，讲经没有了，那怎么修法？我们修的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应该怎么样？先讲经后修行啊，一个星期5天讲经，2天修行这个方法好啊，讲经听了5天了，5堂课了，如何落实，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啊，变成身心修养啊，变成我们的工作，变成我们依他处事待人接物，管用用上了，不是所学非所用啊，通通用上了啊，更高明的能够用佛法修正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我起个念头与佛法相不相应，不相应，这个念头赶快把它放下，相应的把它提起，自己有受用，
别人也有受用。菩萨、罗汉都是要做榜样给别人看的。啊，破除众生无明尘啊，让众生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都开智慧，都知道检点自己身口意三业是真还是邪，自己清楚啊，然后才真正能做到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寺院庵堂都是阔堂，都是教室。以前出家人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49年讲经教学，教学重要啊。啊，我最近看到一位法师传给我的信息，啊，他的师父往生了，最后遗言，最后是拉着他的手，告诉他要讲经。讲经不能中断，很难得了，很不容易啊！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菩萨内心纯净，仪态温和，得乎中而行乎行于外。表里也如也，如讲求，佛也讲求。我们读《论语》，就会想到孔老夫子，多么可爱，多么受人尊敬。凭什么？就是他的仪态啊，他那个形象温和，弟子对老师的赞叹真的不是假的，老师仪态温和善良啊，有五个：恭敬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不恭敬的。啊，接近，忍让，啊，谦让，礼让。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，谁不欢喜？温良恭俭让。我们希望我们汉学院的学生通通能做到啊，外要学孔子，里面要学释迦牟尼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啊，表演出温良恭俭让。记住，这是圣人，这是贤人，这是菩萨，这是佛陀。啊，我们要学，
要学得像才行啊。学得不像，人家说我们是假的。要真正学得像。菩萨表里一如，即定明察，定慧均等，即照同时，故于众生为大导师，自觉觉他，这才真的配得上别人称呼他为大导师，他真是大导师啊！大导师一定能做到这四个字：即定明察。即是清净。也分三等，上中下三等。下等的浅，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清净。中等的是平等，上等的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就是那个觉字，觉是最高的。佛陀这个意思就是觉，大彻大悟，见性成佛，就会成为觉者。印度人称佛陀，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者。就从哪里来？从定来的。定从哪里来？从即来的。即是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大即定。还有起心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中等的即定。最下等的即净就是不执着。为什么不执着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执着，错了。知道不可得，就决定不执着。这个意思要懂，要明了。学佛的人学什么？就是学着。菩萨即定明察，菩萨的大德，这真菩萨。明察是智慧，智慧是明察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自性里头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通通现前。所以众生称他为大导师。大导师
自觉觉他。下面这一段，智道群生，我们看经文，引导群生，协助爱主，爱就生起贪心，就想拥有，这就是执着啊，永离三垢啊，垢是烦恼的代名词。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游戏渗透啊，住在这个世界干什么？游戏神通，用游戏神通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示现八相成道，讲经说法49年，是游戏神通。你不要以为他真有，也不能认为他没有，这就叫游戏神通。啊，协助爱主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出生善根，摧服一切魔君，尊重奉祀诸佛，为师明灯，最胜佛天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。我们的汉学院希望将来都能把无量寿经上这些教诲都能够兑现，好啊！啊，头一个要发心，这是大菩提心，引导众生，协助爱主，永离三垢。这是一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右段，更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啊，也可以说别小看了这几句，这小看是最简单，用最少的文字把菩萨描绘出来了啊，什么叫菩萨？菩萨是干什么的啊？这就说得很清楚啊，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啊。所以底下叙述引导群生，协助爱主，确确实实只有佛法，普遍弘扬，让广大的群生都能觉悟。觉悟是什么意思？觉悟明了诸法实相，诸法是整个宇宙啊，
慧能大师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诸法啊，不止一万，这万是形容词，把一切法全包括在里头，实在讲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这些法从哪呢？同时实现变现出来的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自性就是自己的真性。所以灾难能不能消？能消。用什么消？用真心。真心里头没有灾难，妄心里头有灾难，真心里头没有。如果我们懂得把妄心放下，烦恼习气放下，把真心提出来啊，真心就是定，起作用就是戒。所以戒定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戒定生智慧，戒定慧三学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，不是外来的啊，都要会用啊。会用就是佛菩萨，不会用就是凡夫啊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义理明白之后，就要晓得怎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兑现，他就生法喜充满，佛如是，如也如是。儒家讲伦理，讲五伦，讲五常，讲八德，五伦五常八德就是戒律。啊，有没有定呢？有定。守戒，定自然现起，定久了，慧就开了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是修戒定慧的具体方法。啊，一门是定的，如果同时修很多门，怎么定得下来？啊，一生修一门，成神成仙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中国古时候人很多啊，成神成仙，那是一门深入，一生一门深入。那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至少我们要去想到，我这一年学一门，你就比别人高明啊！两年学一门，三年学一门啊，最多五年学一门，你肯定比别人高明，人家没法子跟你比啊！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他的一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92年不换题目，
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念佛功夫他是第一人。你看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可惜被一个人破坏了。你们知道是谁？送一本书给老和尚的那个人，为什么？他拿到这本书他就往生了。这本书不给他，他老人家现在还在世界呢。在我们想象当中啊，没有人会拿给他的。为什么？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你怎么可以送书给他？那送书给他不是挖苦他吗？那对他大不恭敬呢。哎，没想到他看到这本书，不但不怪你，还发大欢喜心。啊，为什么？大概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，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。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生大欢喜，佛来接引了。啊，第三天晚上就走了。在我们猜想当中，他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。啊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送给他？那他真是叫一门深入，就一句佛号啊，念到什么功夫？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，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打坐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也是同一个境界，这还得了？啊，那我们要问，这92年是他92年才得到的，还是他早年就得到的？啊，我相信他是早年得到的。因为就惯例来说，一般而言，我们看往生传，看净土圣贤录啊，念佛的人3年往生很多，啊，我早年在台北讲经，基隆有个法师，常常来听。就有一天，他就这个问题来问我，就是《往生传》里头记载这些往生的人，3年都往生。是不是寿命到了？他问我这么一句话，我当时回答的是：我不可能，这个话不合逻辑，哪有那么巧，都是3年，那为什么是往生？3年念到功夫成片，这个可能，念到功夫成片是念佛功夫真正得力了啊！为什么？你已经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心里头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成片。有这样的功夫，通常有感应，阿弥陀佛也会见到，或是在定中，或是在梦中
啊，佛来了，佛来通知你，告诉你，啊，极乐世界已经有你的名字了，啊，你的寿命还没到，等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。阿弥陀佛自己来的，告诉他的，他放心了，死心塌地了。啊，三年可以念叨，啊，不是他寿命到了，他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佛说，佛就答应你，是这么说。那么他这个功夫如果没有走，再向上提升，行殊胜，再向上提升就是四依心不乱，往生的品位高了啊，往生的品位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地位就高了。如果他没有去往生，再继续不断地向上提升，我们相信快三五年，慢不会超过十年的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，就是法身菩萨了，不可思议也啊，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事，我们都要相信，不能怀疑，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啊，不必着急求往生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有好处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更容易提升啊？为什么？这一边障缘很多，极乐世界一帆风顺，走的速度慢，这个地方可以大起大落，它有这个道理在里头，所以不一定要急着往生啊，急着往生品位不高，多住几年品位提高提升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选择都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他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我们除了研究经典之外，这一些祖师大德他们注视这些行仪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认真学习啊，他对我们贡献就非常大了啊。下面说的着，这是讲爱着，舍住爱着，引导众生行住引舍住爱着，着是执着染着，这个意思不难懂，污染了，真心污染了。那么爱的贪爱、喜爱、恩爱，古人说
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啊，生字是对，大家常用的，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念不移，不生净土。啊，这古人说的，众生染执难舍，染就是爱，执就是执着，坚固的执着。你看看，贪名、贪财、贪色、贪利，只要有一个，麻烦就大了，可能把你一生修行的功夫完全毁掉了，非常可怕。我见到好几个，那都是很优秀、很难得的，我们对他们都有期望，到最后遇到这个七情五欲，完了。啊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是不读经，天天念经，甚至天天讲经，讲的是一回事，起心动念又是一回事，根基不相应啊。故人永离三垢，垢是污染，三垢是什么？贪嗔痴啊。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舍弃的，见思烦恼里头最严重的五个根本烦恼：贪嗔痴慢疑、怀疑。啊，这五样东西断掉了，证阿罗汉果，真正成为佛弟子。啊，超越六道十法界。啊，通常这一些回小向大的阿罗汉，他也住在世间，帮助世间人。闻法修行，所以小乘法师也讲经，他不是不讲。啊，他讲的经比较浅一点，非常适合初学。啊，他也教化众生。我们也不能小看他，也不能够轻慢他，啊，小看轻慢都是罪过。啊，所以他能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，他自己用神通来戒引众生，啊，有如水之流行，戏为安逸闲在也。啊，有的地方讲自在，安逸自在，表任运与神通之中，自在无碍，故曰游戏神通。
佛菩萨教化众生，要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游戏神通。那游戏神通，它没有分别之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还没有起心动念，这真高明啊，真难得。啊，今天有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东北有一法师陈刚，我跟他见过几次面，他的道场我去访问过，波若寺，哈尔滨的波若寺。啊，前几天往生了。啊，很难得。啊，我今天我们把讲经功德回向给老法师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